OK， 兄弟们，今天给兄弟们来解说一下这个剑会的一个比赛，关键番的一半的一个血神末，对面的话是酒神的一个宁波城。酒神最近有点偏向于打这个5v5的一个比赛，这个剑会单挑赛怎么不打了？我没搞懂啊。好吧，因为酒神这个赛季是可以拿冠军的呀，怎么突然打到第一就不打了？就没有一点没有太搞懂。一半这边的话，10+7的一个硬件，好吧，因为他在我的评论区说，对吧？号的硬件就是装备10段，0-7段，我就不相信他妈10+7，这斯托你能10+7吗？啊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血神木10+7的话，可能，对吧？斯托你不可能10段装备，7段04呀。各位们的话，第一回合。点对面的一个宁波城，一把血雨加宝宝跟直接点倒对面的一个酒神。那如果说关键番是10+7的一个硬件的话，那10+7的一个硬件，10+7的一个硬件一个号多少钱啊？20万、30万一个号，那一对号的话150万。那对面酒神一个号的话，买棺材翻一对号，棺材翻还得找钱给对面，差不多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对面的话，酒神那边的话很奇怪啊，宁波城带了一个，就是两个宁波城带了一个这个神木宁。酒神那边是不是缺一个斯托宁啊？我这边有个斯托宁啊，兄弟。比赛的话，第一回合，对面的话林中鸟拍的也很凶啊。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一半的这个，就是他这个，这个血神木的队伍跟兄弟的血神木的队伍不一样，那明显感觉到关战凡的硬件更差一些，指挥能力的话，我感觉是不分伯仲，因为都玩这个阵容玩的特别久，就关战凡的硬件更差一些，就是。你总感觉到关战番这个队伍的话，总是在走悬崖，就是在悬崖边徘徊。关战番这个斯托宁伤害还可以啊，这斯托宁不可能是10+7啊！哇，这驼哥飞得可以啊！其实鸟阵的极限大可还好。酒神那边的话缺了一个斯托尼。酒神这个队伍的话，我感觉酒神这个队伍的话，因为带法系确实有点不太配啊。关键番的话直接点对面的一个化身，点得很死啊，3回合点3个，因为关键番的话有一个化身的一个一锁，地府的一个二锁，没有点锁的话，下一回合的话，地府可以抓，化身可以换。所以说的话，哪怕没有点死，可以压对面的一个血。看一下第4回合，关键番要不要？化身的话，给对面来了一把诅咒，地府的话来了一把抓，还死不了。对面如果说舍身取义，舍出来就血赚啊！哎呦，跟着翻1234，砸出对面的一个163，宝宝又跟，他这个速度也加的死啊，1234速啊！对面的话，小死完挂关着翻的一个神灵，这边的话下来一个魔镜激发，对面宁波城的话没有拿到物理速度出不了手，哎，其实关着翻这个队伍打的挺好。死城风铃，这一回合可以点对面的一个法系，没有点法系，选择点对面的一个地府。理论上面来讲啊，这一回合点地府可能作用不是特别大，就是点法系的收益会最高一些啊，而且法系好点，没有选择点法系，可能觉得点法系太过于明显了。
里面的话需要搜完挂关键翻的一个图，宝宝的话拉起对面的一个凌波，就九神这个队伍，小索安挂斯托尼，法系跟宁波城没有跟，我感觉九神打这个五 v 五，跟这个打这个单挑，两个感觉，可能队伍里面，难道都是九神的号吗？感觉，关键翻的话出新色，给对面集体都挂三小索安。这边的话要点对面的一个地府，对面地府，哎，这一把金青舒服，哎，他这个小死丸啊，金青都解不掉，你看见没有？对吧？青四的小死丸，金青都解不掉。有驼哥，绿化带，亚麻得。比赛的话第六回合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啊，一半的这个血神木的这个队伍就真的。就是就他这个队伍打 PK 给人的感觉就是说，就一回合就是输一回合赢的，你看没有，这感觉要翘了。小死丸挂没有挂进去，不过他对面化身倒了，吸不掉小死丸，对面小死丸挂，不要挂关键翻的一个森林，惊涛，对面为什么要？为什么对面点人都不跟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有点没，就是对面是不是九神五个号他五开打这个剑宴会啊？我感觉有这个可能性啊。因为九神的号是真的很多，而且硬件都不差，我怎么感觉有对面有一种五开打剑会的感觉？一般打剑会也不可能五开，你懂，你懂吧？那对面刚刚没有跟这个，比赛的话第八回合，那应该是没有局了，局不稳了。比赛的话第八回合，那咱们就差不多可以下集再见了。他这个法系伤害也高啊，你看见没有，被极限大克，没有密润，只是加一把限定击发而已，伤害也高啊。不过法系打跟两个物理不匹配，为什么不匹配呢？如果三攻打三攻的话，法系根本出不了手，就是你三个物理碰见对面两个物理，那对面这个法系就基本上是出不了手。比赛的话第九回合，我感觉对面有点五开打这个剑会的感觉了，就没有五开的话最起码三开。比赛的话第九回合，那咱们就可以下集再见了，兄弟们。变身死回合，打出163，加魔晶激发，有鬼眼，虎头怪直接空切。比赛的话第四回合，那我们就可以下集再见。Good.